开心的假日，希望各位有满满的获利。昨天的台北股市真的非常令人兴奋的是再创下波段新高，我们看到江波图会比较快一点。昨天的台北股市刷下了本波段来的最高，涨到了8647点，也就是说，从2月5号新春开红盘到昨天，各位，大盘已经整整大涨了将近450点的行情了。在这450点的行情，问自己一下吧，到底赚了多少？我想各位看到我们的侧标可以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花一点点的时间啊，有高档的放空，才有新春开红盘的回补空单，全力做多。如果各位把时间倒回到2月5号的时候，当天应该没有人会告诉各位，请你全力做多，因为当天外资狂卖了443亿，很多人开始看空这个大盘。我说我全力做多，咱是在做，我就是在跟你讲，啊，会员就是在赚钱。1795的美食，我想你还记得，涨了247点，很多人说啊，这个缺口一回补，马上又要下杀了，哦，所以叫你赶快逃命啊，多单赶快减码，逢高都要放空。我说这叫做标标准准的诱空盘，你千万别去放空。各位看看我们的股票，叉叉是哪一档？精卫嘛，礼拜一的事情而已。金达、智威、精卫、东森大跌时买进 ，feeling 真好 ，feeling 真好 ，feeling 真好。2月27号，昨天，南标金达狂飙六根涨停，智威创下新天价，精卫狂喷四天三根涨停板，全国所有会员恭喜发财。我今天会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，我之前在二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两次富豪先修班，一次是在智威262块的时候，一次是在礼拜一我们买进910801的精卫的时候。我今天会再推出一天，我直接把名额放到30名，因为当初的名额一下就爆满了，好，我直接把它划掉30名。好，这个在广告当中会跟各位做分享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先来个小菜啦，没错吧？东森2614，成交量4万多张，你要买几张就有几张，现买现赚。昨天2月27号，东森再创新高，获利出清，一张不留，有劲哈，不要受毒的。全国所有会员，我还特地的跟各位讲哦，我说东森是做短线的哦，哎，跟精卫不一样哦，我连做长线做短线我都先跟各位讲了，已经我觉得这样可以了啦，来，我说大盘跟 OTC 哦。你要看两个指标啊，一个叫做大力光，一个叫做智威，这是我一个礼拜前跟你讲的。我们来印证看看，3008的大力光在昨天创下了历史新高，5263的智威在昨天创下了历史新高，这是大盘的走势。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的是，智威金还有大力光创下了历史新高的时候，加权的指数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，没错吧？哎，指标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嘛？有没有？这一段日子以来，包含了 P4 学名药之王1795的美食，也不一档一档让各位来看了哈。
从95块、96块飙到了137块。再看到4995的金达，各位你都有机会可以买进啊，不是吗？这不是开盘就涨停的股票，开33块而已呢，开在这边呢。而我有没有都是事先白纸黑字的跟你做预告？看一下，新春开红盘，我送你第一份美食、智威、联展，有没有都在里面？而大盘来到了8500点，我还斩钉截铁的告诉各位，我认为在8500点这边非常的好赚，所以我在2月17号送给各位华山论股。最晚拿到的投资朋友，你会在2月18号早上还没开盘之前拿到。帮我看一下1795的美食吧，5263的智威吧，4995的金达吧，这支较无去，这支阮无买，1597的值得，就这样啊，让各位事后来做印证嘛。不是说今天哪一档股票突然涨停板，我又把它拿出来，不是啦，事先都白纸黑字告诉你啦，跌停板也跟你说可以买啦，跟你说我带领全国会员在加码嘛，啊，你走高艺术啊哈。4995工业电脑当中的 Divergent Display 讲过非常多次了，不一根一根数了，五等奖嘛，六根了嘛。各位看一下，昨天金达来到了48块钱，从30块钱涨到48块啊！你可以故意趴，你敢去算看麦？恭喜！来。股王三要素，2012年的汉维科，300多块的汉维科，去年2013年8076的五峰，带领全国会员、全国观众跌停板的时候，告诉你跌几天，我跟你讲几天，狂赚了102个百分点，算上加码单180个百分点，8076的五峰，重点来了，那都是前年、去年的事情了，今年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？汉维科300多块，我告诉你，它叫未来股王。各位，汉维科现在多少钱？邝姐，昨天收盘价在1130块，最高在1180块，不多了，涨了将近800块而已，不多了。来，今年呢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从微软到苹果，台湾的苹果在哪里？台湾能够软硬通吃赚最多的公司在哪里？我希望当各位与这些公司中间的连结，告诉你它的五大产品线各个具有什么样的特性，包含了它的 iRide 具有观光以及教育的特性，我都讲得非常清楚。包含了 xRide， 它是所谓交通工具式的做成，不是你外面看到的公车，是所谓的潜水艇，是所谓的太空梭，能够带你到火星去遨游的。另外 V-Ride G-Rex 是真正会动的车子，可以让你实际上面来做感受的，不只是你的嗅觉，不只是你的视觉，不只是你的听觉，连触觉都有。 V-Ride Odyssey 公司独门全球的独家投影技术，这是有专利的。 V-Ride Viva 可以跟童话故事的主角做互动的，我把每一项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得一清二楚，我还告诉你他现在所有的营运的爆发会来自于所谓的营收拆分呢、啊。这个你看遍全市场，哪一个人在智威200多块跟你讲这个？SWOT 分析，全球独一的技术，只有迪士尼1/5的成本。他现在最缺的就是产能的了，所以呢，我带你去投资啊！啊，公司有很多钱，因为我们拿钱去换他股票嘛。啊，公司拿到这些钱要干嘛？建厂嘛，聘请技术人员嘛。我们帮他克服唯一的 weakness， 我们帮他克服唯一的弱点。这是我用SWOT分析跟各位分享的。然后呢，财富要怎么暴增？
财富要怎么暴增？各位，你今天去乱枪打鸟买十几二十档股票，其中一档涨三倍涨五倍，你财富会暴增吗？不会，真的不会。我说乱枪打鸟真没力，集中火力真获利。各位，你今天随便买一档股票，它马上就大涨，请问你的财富会大增吗？不会啊。最好是这档股票有拉回的时候，有大跌的时候，你要懂得再来加码，买进加码，赚钱赚到手抽筋，不是吗？大跌时要懂得买进啊，因为代表你懂，很懂这间公司嘛。所以大跌的时候不就是你最好的机会吗？大跌的时候不是才更应该来做买进吗？不是去帮人家锁涨停，然后呢，买进加码，股价喷出，有没有带你买进5263的智威？大跌的时候，我请你来做什么事情？我请你来做加码。我说洗很大会涨很凶，我要你不再害怕，我要你了解到，我推荐一档股票的态度、逻辑、架构是这样，是在股价大跌的时候，我来告诉各位，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能帮到你。我要你看节目就大赚，所以我还告诉你，跌几天我跟你讲几天，营收爆冲了1900个百分点，爆冲了19倍，股王的三个条件一点都没变，所以我看到下跌，我好惊讶，我带着全国会员，我还在买。我还在买262块，2月12号，你永远忘不了这一天，262块 flyover， 我说我们一起 flyover 百八高期台北股市，喷了，喷了，喷了，当中中间还有没有帮各位做过价差？有，喷了，喷了。我说你不要追啊！今天我介绍这一档股票，我不是要等到股价上涨了，然后叫你来追，不是啦。看我的节目，你不用追股票了，大跌的时候我来请你买进了，262块的时候我来请你买进，你不要追啦。126块了，147块了，我说功德圆满。下一次的买点怎样？请早预约147块。然后呢，精彩的来了，来2月26号赚到147块以后怎么做？我开放你来电。当我讲到请早的时候，当天呢，电话是满线，40几通啊。我们做什么动作？全国会员，你知道的永远是最多的，不是吗？昨天2月27号，5263的智威创下历史新天价，413.5，导播可以的话放大。好，就保持这个焦距，我们慢慢移过来。9:24，智威来到412块，从我们262块开始买进重压，疯狂加码之后，来到412块，9:24，全国会员帮我对时对价获利调节，狂贺全国所有会员，没有那种你没听过的，只要你是我的会员，你帮我做个见证。9:24，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获利调节？没有卖在最高了，最高在413.5了，我们卖412块了。后来还有拉起来让你卖啊。疯狂加码，中间的价差就不说了。2月27号，5263智威。2个礼拜的时间，原来如此。
下半段节目跟各位分享本周最新的标股910801的精锐，在它大跌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同样做到让财富倍增的做法？下半段马上来跟各位报告，进个广告。民国55年，全台国小每班约52个学生，当时约20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。民国101年，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25人。预计民国111年，约4个年轻人需抚养一个老人。随着社会的变迁，少子女化与高龄化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。谈及下一代，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。市中心百平大户，超值珍藏的豪宅，内湖正核心，名人巷，新聚落 PNT 百平垂直森林园，空中树，水中花，热销珍藏中。大华湖月，2785-0888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爸爸。鳌牌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实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鳌牌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5分钟。从2月5号到现在，不过短短3个礼拜的时间，1795的美食，2483的百龙，4995的金达，5263的智威，各位你都看到了，你也都赚到了。那本周我带给各位的是什么？东升就不要算了，急速获利。本周带给各位的是什么？生技业的机器战警，各位财富上面最孔武有力的警卫，好不好？你把它想象成警卫都可以了。哦，你现在每天出门的时候，看到你们家的警卫，有没有都觉得好开心？哦，一个礼拜4天有3根涨停板，看到他当然开心了。不说了啦。我还特地讲哦，哎，抱歉，我的持股就这么2档、3档而已啊。我要带你集中火力啊，不是买10几、20档。我还特地讲，我说很抱歉，3673 FTPK， 请你出清持股，小幅亏损，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。赚就赚，赔就赔嘛。
你看我节目 TPK 赚这么久，我有没有必要跟各位交代？当然要啊，赚钱我认为凭自己的良心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同一时间嘛，11:30，请你卖 TPK， 11:30，请你买精卫，现买现赚涨停板，涨停板我跟各位分享，我好开心哦，因为涨停板不用追啊，就隔天电话满线了，所以你 TPK 换精卫，第一天有赚，第二天精卫大跌。一般的人可能早就不知道人去了，不是吗？老师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多投资朋友也好担心啊。老师，我也觉得你说金卫很棒，我也认同。帮我问一下何老师啊，还可不可以再买？所以当天我还在节目特地讲，我说我们在这边还在加码，请你对一下价钱，6.6，当天收6.5。当天收盘在6.5嘛，我还说我们赔钱了。料我嘛跟你讲啊，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做啊。实际上怎么做，我就是怎么讲啊。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档哇大跌了73%，我还用这连公子、连胜文的例子来跟各位做分享嘛。我说我没有任何党派色彩啊，我是赚钱党的，我要带你买在底部嘛。所以就算大跌，我也是跟你讲，赔钱就赔钱，我们还在加码、啊，这才是财富能够暴增的秘密嘛。五峰是这样，智威是这样，精卫不也是这样吗？存善心做善事，我说好事一定发生的。我说各位，就算你连看节目，你买的都还比我们便宜哦。啊、你敢跟着我们一样买进疯狂加码吗？哎、欸，涨停呢、欸，啊那呢？各位，你看到节目，你都还可以买的比我们便宜哦。这里都在6.6以下哦，涨停板，这新高量都满规定位高票呢，没有大跌时的买进加码，怎有涨停锁死的喜悦？哎，奇怪，又涨停呢，哦，4天3涨停呢。唯一大跌的那一天，我们在做加码。各位4天3涨停，我不是来跟你炫耀，我是要告诉你，真的财富要倍增，你一定要买进加码，代表你真的懂这一间公司，不是去乱枪打鸟的，真的。这没时间讲啊吼 ，LV 你最爱的，抢进医美7.5亿投资 Doctor Wu。当你看到立丰开始涨停板了，哎，这一档，我认为哎，就是各位可以来锁定的。一些标的，其实我们的股票就是这样，有买有卖，那才是真正的获利啊！200多块，你看我们智威买到快要手软，各位现在来到413.5，我也跟你们讲，9:24，我带领全国的会员卖在412块，可能有些人卖比较低，411，有些人卖410，有些人可能拉上来的时候刚好卖比较高，卖413都可以，都叫两个字，大赚。代表我们懂这间公司嘛，疯狂加码嘛，我们才会在经营岛嘛，不是只买不卖，也不是光说不练，有买有卖，实在做实在讲，会在经营岛钻石线上实在赚幸福，请以最棒的获利献给全天下最可爱的投资好朋友你，我是何神堂，我在华冠为各位投资赚大钱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杀了一个我还有7000万万个我，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
有千千万万万个啊！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。啊，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。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，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。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，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，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。出发，返乡创业，青年创业启动金带给您第一桶金，0800-06-1689，青辅会关心您。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，自民国101年起取消均缴薪资所得免税，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，请洽各地区国税局。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，可兑奖、可捐赠，方便又环保。老王想办理车籍异动，但却遭到拒绝，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另有隐情？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强制汽机车责任保险有效期限不到30天，是不能办理。